野外，然后摘衣服，然后戴个帽子，戴个口罩，太像了。减肥要来打工的人，啊，我这个失业了，我来农场再打点鱼。不用重复你这个点好吗？这个没啥事，这是也是个这个地方，你真的是个慢子好吗？这是我的，我回头发给你妈哦，直接，阿姨，好烦，好烦，Tracy跟你妈打个招呼来，你为啥同一台，你就是在跟你妈打过招呼了？还没刚刚那个甜，越来越多。我们从这边上去是吧？去哪里呢？那边都关了。那边开着，开着，开着。刚有人。飞出去吗？可以，这个全在 vlog 里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哎呦呦，赶下来吗？来啊！我觉得我在戴手套。搞定了。来来来，搞定了，谢谢，快。Oops， 倒出去。哎，去农村啊，不容易啊。走吧。来，下一颗。哦，哎，这都很小哎。再往前面吧。而且你看都瘪掉的，啊！你这拍了没有素材，这是摘光了的。哎呦！不行，我再转过去。哎，就没有了。没有是吧 Tracy？ 走 Tracy， 往回走来亲测一下。它可以，这棵树还可以。有多少啊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问点我们知道的。哎，Joanna在群里在群里 Q 你了，特别喜欢 Q 他、啊、Q 他。感觉薇姐最近瘦了。我哪瘦了？不知道。哪瘦了？问他，问Joanna哪瘦了？我都好久没去健身房了。有一个冰淇淋店，我不记得旁边有一个，往后面绕一绕。哦，不是，是在硬后面，好像是在哪儿？
前面是 Vivian 吗？不是哦。他怎么能比我快？哈哈哈。哇，这样显得我好矮呀、啊。